波波不会。那波波再一次，我只是学波波鼓奖励我的样子。对啊，我只能由我去奖励。波波你好棒啊，波波！你好棒，你好棒。那刚那一句嘞？是在哭吗？不要吓我，要重开拉面。波波是不是够宅了？波波，你今天是不是没睡饱啊？有，对啊，你还是打英雄联盟输掉了。没有，我现在自从懂了稽查之后就没有再输了。我输了，加那边很可怕。该他了，好，等一下，我要重开机，忘记了。好，那我们可以等校长，我们等一下吧。班长主持，班长主持。我要先开台，可是没有他重开机还是可以先。啊，老师还没来啊，班长先主持啊。对，班长先管一下，管一下。我考验一下你的主持能力。主持能力吗？来，我们先点名。一号不在。啊，我是最后一号吧？没有，因为你现在 DC 看你是第一。我们一号会改变的，是不是？一号会改变的。来，一号熊猫团团呢？嗨。啊，二号小雨，嗨。啊，三号哈基是校长啊，不对，白痴，哈基不需要爹。哦，骂校长。耶，别考。四号杰克，哎呦，哎，四号杰克，嗯，四号是牛是不是？五号酱油，耶。六号阿汪，哎哎，七号云月，嗨嗨嗨嗨，耶，好，那我们都到了，今天该到的人都有到，很棒，我们今天全，所以今天哦，那我们今天还要检查服役哦，你们赶快那个，对耶，校长，赶快跟隔壁班的借，对，借一下，以前真的会这样哎，会啊，什么借外套啊，借什么皮带、领带什么的，不是吗？对，啊，借完之后就啊，还给你，对，啊，那指甲，借到不见了，啊，那个杰克，你裙子怎么这么短？是不是长高了？你说在改裙子啊？长高了，以前不是三个要改，裙子不要反折啊，改啊，这都反折，好不好？反折啊，然后还要再用那个皮那个鞋什么夹，不是吗？鞋带那个穿进去，不是吗？那个是松骨带啊。然后老师赶快拉下来，啊，老师怎么再拉？再捡起来。对啊。然后那个裤管都要用那个橡皮筋绑。还有什么可以改啊？以前校服有什么可以改？很多啊。你们会不会改那个书包？哦，我书包其实我不会，我没有改，不知道改什么。只是有些不是会拉超短，要不就是拉超长。对对对对对，我是拉超短那个，因为超短就比较好背，你知道吗？侧背的话。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改里面不是一层膜吗？啊，然后我们那一边的学生会把里面膜全部撕掉，你的书包就变得超像垂下来皱褶的东西。会很软的，对，就超级软的，然后很容易就是书装太多的话，然后直接裂开。可以接喽，好。然后对，还有那个背带要用蝴蝶结，有为什么要蝴蝶结啊？比较可爱啊，好看啊。哦，然后那个用立刻白上面涂鸦什么的，对，穿鞋子。哇，那个会别那个什么，就是很多徽章啊，别针，然后老师来赶快全部拆掉，老师走了再别回去。来，太忙了吧？检查服役，有。请问你是拿刀检查吗？没有，这只是凶啊！哦，拿刀，哎，你没穿好，砍一刀，你没穿好，砍一刀。检查服役，你要把你内内脱掉。哎，那个校长有人在性骚扰，有人性骚扰。没有，要开那个学校校评会了。你看，校评会。哎，学长好像干嘛？班长要检查服役呀，这样子啊？对啊，这衣服对啊，没错，对。学长的妹妹好像不够大。那这样要记一个那个警告啊，记一个嘉奖，谢谢，记一个嘉奖，感谢。来不及了，上课了，耶！
今天呢、啊，我们啊、连续上了几堂课了嘛，我觉得今天我们来休息一下了，好不好？好、啊，今天没有课程，今天大家自由活动，耶、yeah, yeah, ！好，好，那那个、yeah. 之后如果有人那个、啊、被记三个警告，我就要请那个请喝西瓜汁哦，耶、yeah. 啊！我觉得你会先被勒令退学啦，先拉退了吧？没有，记他三个警告。那个，因为看到那个最下面那个 HI 开头的那个，他跟我们会有个啊、哦，没事。哦，彩票还没那个彩票、啊啊，对，大家都要先去下注。今天的奖很大尾、哦，今天超大奖、哦，今天奖很大尾，对、啊，大尾，真的很大尾，大尾如满。哎、欸，我的八号被买走了，啊，抱歉，我随便乱。我永远的2125。啊、哎，你抢我十九号！哎，我们是好烂点的，你都抢别人的号码，你这样烂点，你可以剪尾啊。好的，抱歉，那不然还你们，可以退票吗？怎么还啊？剪尾就要分，剪尾就要分。要怎么还？我上次今天我去接个任务好了，我上次钱包不见了，我很难过。我你的钱包怎么不见了？哎，你还没找，没有找到。掉进演讲稿，那应该已经没了啦。对，没了，没关系。我里面哦，还好我有分别。阿纪，你有买？有没有买十五号啊？啊？弟弟，你打断人家讲话。你是套买十五号吗？你打断人家讲话，你知道吗？哦、，sorry。我买了。买了。笑。不带盾，且剩半颗星沙三只没被控制的骷髅。我可以尾刀哦。这样你就是干扰他。对，磁石太便宜了吧，60个。不是那个，其实很简单啊。磁石要那个呢，玉髓锭呢。哦，我想说你刚刚不是讲那个吗？那个？哎、欸，那个？断轨吗？你不是啊？骷髅的？打骷髅不是吗？不懂的没有，不要去。不要怎么强迫长大、啊？就干草捆啊，一直灌它。哦，所以灌动物那个，它会有粒子效果。那个真的是它会慢慢在，它有慢慢在长啊。对啊，哦，这会啊，它会加速它长大的爬升。哦，我一直想说那个为什么喂了老半天都没有那个感觉。今天是盖房子加那个好了，嗯，加来养妈妈。养妈妈，我要去一万格喽！好，要去一万格，拜！我也要去一万格，我要去带猫回来。欸、你的黑猫哎、欸哦，你的黑猫放在然后，好天啊！海洋祝福，我才想问你，海洋祝福可以到几？我也不知道哦。不知道到几，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保家人，保家人，至少是怕哎。哎，记，我怎么会一本书叫做《锻造资讯》的一个字啊？来、啊，你 Q 转看看。来，给你看，你在哪里 ？Q 转应该不见了吧？红色，还在。红色，哎、欸，红白，哦，不见了，好，你写的，对不对？哎、欸，驯服他们。那张好像存在我家很久了。哦，你是显示什么、啊？对，海洋祝福啊。对。嗯。哎、欸，没事，回收。好，回收。我刚刚一瞬间浮现，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啊，深深的脑海里，深深的脑海里。那祖祖呢？主说在哪里？啊，我对，说到这个，我要呼吁广大的诈骗集团，千万拜托不要来诈骗我家人，拜托。你说太容易被骗吗？还是你可以说说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我
我爸今天很开心的跟我讲说，哦，他最近在 FB 上面有一个，那个一个女生密他，我想说靠，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他就说不要，你不要听人家那边乱讲话哦，那个很危险哦，人家然后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广大的诈骗集团真的不要骗我家了，拜托不要，真的很现在真的还是很多就是这种就是那种妹妹啊，然后呢去找那种比较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算是中年的男生，就会在那边骗，很可怕。有啊，真的不要。中年男性有钱的几率比较大吗？哦，对，对啦，这样没错啦，讲好像蛮合理的。你，说到这个，那个我蛮好奇的，如果你们在那个超商啊，然后大概是晚上的时候，然后。也应该算有点半夜了吧，十二点一点的时候，然后看到有个人拿纸袋，里面有超级多的钱，然后他就霸占那个提款机，一直数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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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然后嘞，有人，然后有，有对，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去领钱，然后就是领钱要回家了，他就跟我说，没，就是他钱又掉地板上，然后。跟你讲一大团哦，在地板上，他在那边捡，然后我就想说不要理他，我要领钱。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个妹妹啊，我正在用呢，可能要有点久呢，你要不要直接去别超商用啊？”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就看他在数钱，我就说：“那你就先让我用啊，我几秒就好了。”他就说。可是我卡插进去了呢，然后他的卡刚好退出来吧，每次你卡会退出来吧，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也是他卡刚好退出来，那边哔哔哔，我就跟他说，是哦，可是你的卡快要被吃掉了。哈你就打了他，拉就被剪掉。哎，我跟你讲，更不爽，你知道是啥吗？是啥？他就说哦，然后就拉出来插回去。出去跟他说，哇，那这张卡应该不是你的吧？那我先拿去报失喽。然后接着他就是完全不让那样。然后我后面跟我朋友讲，他就说这个可能是什么车手啊，你小心啊。诈骗集团，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客诉？重点是，你知道那个 gay 多扯吗？他在跟妹妹聊天，这是报警啊，这是直接报警啊。直接报警，因为报警比较快了，真的。我那时候有想问那个店员，就跟他说：“请问一下，他在数钱，我可以先领吗？”就我看他，他也看我，然后那个，然后他在跟那个妹妹聊天，满了。哦，阿弥陀佛，战斗陀螺，战斗陀螺，南无战斗陀螺吗？啊，然后他也很开心，他看我一眼哦，然后那个妹妹跟我说，他就立刻别过脸，跟那妹妹说：“对啊，我也这么觉得呢。”傻眼。好不好？等那个妹妹跟他聊天，等两个礼拜了啊，对吗？哦，那个妹妹是车手派来的，有可能哦。你说把风的那种吗？我跟你讲，说不定你那间便利商店里的所有的人都是那个车手的那个眼线，那个局已经追好了。你在看他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旁边有人一直盯着你看啊？对啊，有吗？就那个。就只有那个店员好像看我在干嘛，把钱领出来是存进去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存钱还是领钱，可是我看他是一整个那个牛皮纸袋，里面全部都是钱，好恐怖哦！因为奇怪，通常是取钱的几率比较大的，嗯，因为你通常领那么多钱不会去超商领吧？没，他可能他我觉得超商我记得有上限呢，有啊，有上限啊，你要大量的你一定要去那个银行啊，对。哦，我看他一整个纸袋，我看他就是他先数完以后哦，他又从纸袋拿出一叠，真的是一叠一大叠在那边数。我那时候想，干，我是不是应该要报警啊？可是万一人家只是被骗钱了呢，而且被绑架之类的，要被管。那也是那也报警啊，那是报警啊，那也是要报警啊。等一下，我们在赶路了，抱歉。啊！我在外面呢，我在外面。我回来啊！我先走。就只有一个人睡觉，是不是？先走。我在野外钓鱼啊！你缺鱼哦，我帮你。我要去养猫啊！我看到一个村庄，我可以飞你啊！好，没关系。好，白天喽，白天喽。好，白天喽，白天喽。我找到了，我找到一个东西了，睡了。什么？你在梦里找到东西啊？不是我找到商人有卖很难取得的东西，哎呀，吃的是不是？好奇哦，对，父母之果，
不是附魔金苹果，哎、欸，车手的电话，车手的电话，那也是蛮难取得的啦。问号，只是、欸、可是我通常会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拿很多钱的那一种去存、嗯，我这个就觉得说还好，因为 maybe 他真的是要存钱而已。那为什么不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要去临柜存就好了？他 maybe 可能。他可能就是先把人家的钱诈骗来了，那也不行啊。而且这种上看起来是个老老的女人啊，不，看起来是个有点年纪的女人，你就不要了，四十岁左右，然后超多钱这样。这没有，这个叫轻熟女啊，你要轻熟女，抱歉抱歉。刚刚那边可以帮剪掉吗？或帮我打码的？我会 repeat 三次吧。当时我害怕女人。那可以帮我打马赛克吗？帮你打，帮你打，帮你打。轻手语，哎、欸，真的是，哎、欸，我真的是没看过这么多钱、啊，他真的是拿了三次吧，全都是一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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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张快哦。对，都全部都一千，而且掉到地上的，我那时候看掉到地上大概有20张左右，因为都散开的。哎呦，20000块呢，因为都散开的。ATM 一次点好像最多是20000，是啦，是这样，我觉得10万上限吧。那个是你如果要那种的话，对，对啊，中国信托的那个就是那个小70的可以一次领10万，哦，这么多，可是你要中信的卡才行，对，要、哦、也是啦。可是我记得他就是上限单日上限就是10万块。对啊，你再多就要去银行，然后银行如果知道你一开始要领这么多，他就会问你说：“请问你是被骗吗？”他会问你说：“你要开始你被骗？”没了，没了，没了，我是骗人的。没了，没了，我是去把刚把人家的钱骗过来的啦。啊，哎呦，那就没问题啊，那就没问题了。那没事了。我担心为你是被骗的，原来是你去骗人的。好像也蛮有事的嘞。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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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收到美眉的讯息了。对，干嘛？你也给你钱了是不是？我可以，我可以。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什么？刚刚那个美眉爆炸了呢？美眉爆炸了，我刚刚爆炸了，美眉。我还以为他之前说刚刚这样讲那个轻熟女你可以呢，我不行，轻熟女哎，轻熟女啊，如果很有钱的话可以考虑，对啊，你还蛮有钱啊，你看他有钱，他哪里的？你的钱有钱哎，一个纸袋的钱呢？一个纸袋不够啦，哎，一个纸袋里面都1000块哎，哇！你讲，如果他这样子要把你人整个人卖掉，你要不要？我觉得不要。哦，你说他原来他是器官的那个。恐怖死了！太可怕了！哇，你要想啊，他这个 seven 领了20万，以后他可以再换个 seven 再领20万啊，这样你就有好多20万哎、欸！我的天哪、啊！哇哇！哇我觉得不是之前就是很流行那个什么那个新北市3套房只求。那个你那个小孩都长大了，然后只求那个心上人这样子，之后的财产都是你的那个阿姨。有啊，那他就之前网络很流行啊，阿姨不想努力了，不想努力了，想努力了。那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啊？我是觉得一定会有这样需求的人啦，可是你遇到的是不是真的，这是一回事啊。对对对对对对，是一定会有啦。对啊。那个台北地搜索里面有3个监狱，他在里面呢、啊。哎呀，天哪！这边是有人来过。我们家里是自从那个狐狸霸占那个鸡之后都没有蛋了。对啊，没有鸡就死了，那鸡要处理一下。对啊，你要问那个狐狸的主人是谁啊？哎、欸，我上次有想要打死他，可是奈何他太坚强了，不能打他，不能打他，你要教他。我不行，你会打阿呆吗？我就是为了大家着想，你会打阿呆吗？哎、欸，我不打阿呆，就是他打我了。对啊，那就一样的状况啊。对啊，所以我要打那只狐狸啊，因为乖乖听话，不然我要打你了哦。然后有个爱的教育。今天酱油的任务是要把那边那个鸡的那个鸡池塘补满。对，可以的，没办法，可以的，你就把狐狸引出来就好了。对，你把狐狸引出来，就
可是他又不会跟着我。他不会吗？你把他解决啊！你把他捕捉，然后就把他带走那边就好了。你知道船可以再生物吗？你知道有东西叫牵绳吗？牵绳可以牵狐狸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吧？而且你只要靠近他，就会跑掉啦。嗯，他会很害怕。对啊，很害怕。哎、欸，不是啊，这样想想也不对啊。我从外面怕我白养了，白养了。他就跟他记得那只聪明一样，我进去要直接躲起来啊。吓死了！躲起来。他来了啊！我都很难过，你可怎么了？你不想喂他肉泥吗？他不知道，我想要你那个喂肉泥的照片。哎、欸，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你好卑微哦。有啦有啦，我昨天有成功喂到一条，他吃得很爽，然后他还甚至以为我手上还有，他还舔我手。那你想摸他，他有没有跳走？但是呢，我要摸他的时候，他就直接缩回去了。妈的，想骗，想骗朕，他想骗你玩。你怎么又爆了？又爆了！你需不需要防爆啊？你要防爆吧？是啦，要防爆。10%耶！哎呀，我跟你讲，10%很容易啦。你看你之前抽那个抽卡都那么容易中，对不对？代表今天他们是要中大奖了。你看他自己，你那奶油泡芙都抽两只了，对不对？我抽到抽两，抽到一只。哎、欸，我也抽了两只，我夸张，我抽了两片眼睛。等一下，请问一下，现在是只有我没有，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只剩团团了？应该是对，只剩我啦。啊，那个小雨啊，那个鸡蛋两个，我先拿一下嘿。抱歉，我好难过，我都抽不到。谁有线？我家很多，我这里有啊，外面打一下就有啦。现在在村庄里面。Jack, where are you? Home, 你刚刚想要抢劫的家好不好 ？No, I'm not 强盗，我只是缺。You are 强盗，我不是强盗，我走回，我刚走回家就看到两个人走出去，我都不知道我家怎么了。没有，那个班长在看你有没有违禁品了、啊，有没有？没有，你这个假借名义哦。没事啦，我管你，你这样啊？你根本就只是同学而已，你出现在杰克家，我才要开始。没有啊，我要关心一下我的同学还没有还在不在啊？还有没有活着？还活着吗？太惨了，我怎么了？没有，我团长，这个就太牵强了。没有啊，日常关心啊。我班长要记一个点，要记一个 point。班长也要看他有没有活着。现在允月一个 point， 你也一个 point。啊？那你一直来跑来我家，我是不是可以敬你一个？我是警察，有没有违禁品？我们要打倒学校极端强权。对，我刚刚说不到我家乱翻东西。不，哎、欸，我在检查，你有没有违禁品？人人平等，执法不公，人民的宝锤，打。好，波波主义高强，还我牛！然后你会发现，给我一百组钻石。没有，你这个太……这不对吧？抗议人群中，校长也在里面。校长也在里面、啊欸。校长，校长也被骗钱。加油！你家狐狸已经走了。Yes！ 哦，恭喜！我把其实蛮好解的哎、欸，对啊，因为在一个人的地方，他就一直往你这边撞，对，打带跑，对，他就他自己会站成一条线，对哦，做贼还抓贼啊？什么？没事没事，司法不公，司法不公，波波高强，对，刚选上马上就要被换下了，哎、欸，你那这跟某个好像，好像做不到。做不满一个，对啊，一年抵三年吗？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哦，好像有点敏感哦，很敏感哦，哇哈哈的，哦，笑死，很敏感哦，没有啦，误会啦，你要。哎呦，现在装可爱，他又在装可爱，又在装可爱，好油哦，好油！你怎么可以说很油啊？没有，我觉得不知道，就突然想要补这句，这样他会很难过，心结了啦。
哎、欸，不行哎、欸，你们全部人的家里箱怎么就只有两个鸡蛋啊？哦，你知道吗，团团啊？我那一天在找鸡蛋，我是找到野外去自己去找野生的鸡蛋。我也是真的放弃了，我刚刚只有寄了两个小雨两个鸡蛋而已。哪张？团团，你要做什么用的？我要做蛋糕啦。那你要不要先繁衍一下鸡？鸡哦，你有了是不是？现在那个我不知道是我新掉了，哦、我新掉那只臭狐狸。老呀，它只是有点臭。它狐臭是不是？它有点臭。你展示一下你的两颗啊。哪里没有啊？什么什么谁的两颗？两颗变蛋了。小雨，我不是送你蛋糕。丢进去啊，可以丢进去看看。丢了。验血验血。蛋糕了。啊，它已经是蛋糕的形状了。那把蛋糕丢进去。去野外找。蛋糕丢进去找蛋糕。你看把蛋糕丢进去会不会变小鸡？你是一只长大的蛋糕了。你应该要生鸡蛋了，蛋糕了，你要生鸡蛋了。你这个时候说到蛋糕了，你该自己吐鸡蛋。对，快什么时候才有还原系统？哎呦，看到吗？你再把它放到你的身上和蒸坛，应该它就会变回鸡蛋了吧？天哪！是啊，教练金素了哎、欸。对啊，不一样了。爱德华，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欸、其实那一部我没有看，我只知道大哥哥的那个。我觉得你可以去看啊，那部蛮。去看啊。对啊。神作哎、欸，一定要看，很好看。看你要看新版旧版都还不错，看新版都很好。对啊，现在比较容易找到应该是新版的啦。Netflix 有哦。有。Netflix 世界工商。没有。用画的那个巴哈动画风，我好希望他给我。我也好希望啊。像我就每天看啊，虽然我现在也是每天看，每天看了，每天看了，都是帮忙被动那个被动广告的。小鸡，小鸡，我就去传一下外面好了，感觉比较好找。我只想要找鸡。林丹是不是？林丹是不是中毒药水啊？中毒啊，好像是的哦。对，啊，出局才是回复。好。酱油，喝汤喽！酱油，酱油汤啊！听起来好危险呢、啊。哪里有汤？我平时对你很差哦，这次做汤给你喝。啊！汤汤汤！我被霸凌了。啊！你被霸凌了？他被霸凌了。他被汤霸凌了。他被汤霸凌了。他母汤了。我被汤霸凌了。汤他被母。母汤母汤，母汤有怎么没有鸡哦？很乖哦。你冰原是不是几乎不会出鸡呀、啊？冰原，你去冰原找鸡？对啊，你是说雪原吗？对啊，雪原啊，好像没有哎、欸，确定找不到，是被冻死。不是啊，极冻鸡这样子保极冻鸡鸟啊，极冻鸡，对，极冻鸟。你想吃鸡，我直接想要超市卖那种冷冻一包。对啊，你赞，冷冻鸡胸肉。对啊，很赞哎，冷冻鸡胸肉都讲得出来，你真的真的很赞哎。有兔子，这边只有兔子，我要鸡啊，兔子，哦、这太远了。我你要吃兔子肉吗？不会吧，他就在等兔子肉啊。我现在我全食物剩四个东西，三个东西。那你要让它自然生兔肉、烤兔肉跟附魔金苹果。哎呦，附魔你要怎么搞啊？啊？哎，对啊，你要怎么？哎，你为什么？他屁股很翘。哦，屁股很翘。这边很热闹就打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很翘就打他。天啊，你不会想打吗？不会，他是我的远亲，你怎么可以打远亲？没有哎、欸，哎、欸、不行啊，这里都没鸡啊，我们换地方吧。你要少女时代一下。哎、欸，那个允月也是在外面吗？还是你在家？我在外面啦。啊！那我找小鱼。那时候遇到几团鸡啦。那我来找小鱼。几团鸡？好，我放下来吗？小一团一团的鸡，一团起来绕口令。没事。Hello， 嘿，我找到沙漠了。哎、欸，说到鸡蛋，
下次出去一定要看到要去买那个。你们有看过那种鸡蛋糕啊？好像就是他是弄的有一点像那个，应该是他应该是港式的那种，然后不是就是一大片，然后都一鸡蛋仔吗？仔的那种。对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就一直想要很想要买那个鸡蛋仔，然后那个中间夹冰淇淋，但是我都没买。之后好想买，好想好吃哦。对呀、啊，这是甜甜团团。可是那一个其实不便宜耶，100多块。哦，这么贵哦。我看到的都100多块，超贵。贵。你可以自己做啊，三分钟，小厨房。太难了，我会把它搞砸。然后说啊，这不就是煎蛋吗？煎错东西了吧？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说啊，你这就是松饼啊。鸡如何一秒惹毛那个，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松吃起来就是松饼啊，直接欺负，没有被揍过、哦，它不就饼一颗一颗而已吗？对啊，一颗而已，才像四家的东西而已啊。像一块一块变成一整片一样，越来越奇怪，好过分啊！好想打他哦，讲这种话的人，快点生蛋啊！我现在是不是就很像在玩冰果一样？那个蛋是不是很难生出来？哎，你每次都是攻击啊！你今天应该哦，好吧，也是白痴哦。一只迷路的蜜蜂跑来吓我。啊！他是小雨在跟你求救了，你没有看到？没有，小雨带着一只狗、一只猫跑得很开心啊。回家。我的狗都在哪？走好慢。哦，为什么这边也有哭工？那些这里好像不会出。你好，你开。在这。我家外面河里面有四只苦力怕水冲沙会。害怕啊！麻将啊！干嘛？啊！阿金亚更嗨！嗨嗨嗨！你外面怎么那么看到？刚听到“嘣”的一声，为什么没有看到蛋啊？你空的一声，那是我的耶！是你的？那是小鸡破壳出的声音。还是那是你们的嘴巴发出来的声音啊！我刚刚在发的，白痴！我刚以为有鸡蛋呢。哎呦，白痴嘴巴是被欺骗的熊猫团团，被骗了！你刚刚那个真的很像哎，超像的。对呀，嘿嘿，哎，好了，这些鸡我晚点再回来看的，我操。难过了吗？我觉得很难过，他们实在太久了。你可以一直蹲在他屁股旁边一直看着。有蚊子，有蚊子。刚刚已经蹲了起码快五分钟了。对，快带酸绳的。那我要直接带回家。我不要渡河，很远的、哦。拿船的啦。划了啦，划了啦。三只哎，划起来、啊。我想到以前的 Flash 那个渡河游戏。哦，你说食尸鬼跟人吗？对对对对对。哎，那个我没有玩破关过，因为我都懒得破，我就直接让他们死了这样。对啊，就是三个食尸鬼，三个人这样。啊。然后食尸鬼超过人的数量，人就会被吃掉啊。所以你要想说要怎么分配，要怎么渡过去？嗯。哦，完了，笨鸡。完了，杰克是没有这个回忆啊。对，我没有。我也没有，不是没有，你们都没有那种线上游戏区的，有啊，才不好玩游戏，好玩游戏区，对啊，杰克是只有对那个全球最大的澳门赌场上线，对啊，那个不是那蛮新的呢，对啊，很新哎，波波讲的是什么？没有，就是那个，那不是游戏，那已经不是游戏了，是广告啦。对啊，那个后来被抓了，他终于被抓了，是不是？那后来被抓好一阵子，对啊，这个还不被抓，太夸张了吧？哎，对，讲到这个东西啊，之前 YT 广告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赌博什么鬼的广告？现在还有吗？对啊，哎，因为我也是受不了那个，我也是受不了那个广告才去加会员。哦，真的假的？对，我很早就会员，我是很早就加，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现在广告是什么。对啊，因为以前就觉得还按一下跳过，就是看一下再按一下跳过是 OK。现在的广告一样，就是很笨的手游啊。
手游哦，哦，怎么会失败呢？哦，对啦，真的。哎，我现在广告都是看到什么说什么，哇，厂商让我试试看，我花了3200，结果他真的转了20万给我耶！诈骗，手游诈骗啊，诈骗有关的，对啊，诈骗的那个是诈骗赖群，而且烂透毒哎，哇，真的有20万呢，我净赚了，太棒了吧！是念台词，是念台词吧？这我要先花20000去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样？不是，是要那个了，呼吁。诈骗集团不要骗我们家酱油，我这好骗吗？好像蛮好骗的，完蛋了。哦，怎么下雨的？等一下，高中没有箱子里面没有吗？不用箱子，你是要三阶而已，不到四阶，还有四阶的。哎呦，不是啊，哎哦，只有鸡下蛋的声音，找不到鸡哎，鸡被打了，变大了。Fago， 去 Fago， 我刚把那个高攻击光碟看成高光炮，高光炮，没有高光炮这样子啊！我想说什么高光炮？高光炮，高光炮，有哎、欸，我有四的哎、欸，哎呦，你要测吗？哎、欸，我问一个问题哦、喔，那个右边的字只要跑鸡下蛋的那个字幕，应该就有下一颗蛋了吧？对。有为什么他下他一直下蛋啊？我从头到尾没看到一颗蛋。他可能自己吃掉了吧？你是下蛋吗？哈，这样子。哎、欸，我马上看到一颗蛋诶、欸，先捡起来压压惊。为什么啊？他们都是空包蛋诶、欸。啊，都男的嘛。扯诶、欸。等一下啦，这个应该是不是有人在弄啊？垃圾啊！不可能！哈哈哈哈哈！太开心了，太帅了吧！我说明明有音响，怎么没东西？而且是字幕都显示哎、欸！对、啊，我给大家听一下刚刚那种字啊，这样子，嘣，有没有呢？嘣！应该有，我怎么找到声音都没看到？然后最后的效果是这样子。太多了吧！好坏，太爽了吧！砍到自己的狗了啦，死掉了！啊，只是想要做。哎，点天赋是要打指令是不是？对，好的。哦，今天要赶快让哈基的那个养鸡场复活。你要饿死了是不是？丢一颗蛋试试看。不然太麻烦了。没有，什么都没有。去年的中秋节考了。找看看，我找鸡鸡。你要找鸡鸡？对，我找小鸡鸡。好。哦。好。OK 哦。没问题哦。你慢找。你慢找。在哪里？怪怪的。我要找小鸡。你刚刚自己讲小鸡鸡。你自己讲的。你刚说的。自己听很好像很卡逊一样。我们啊，最近这旁边太多人在那边，你是不是学坏了？我觉得你学坏了，你学坏了，学坏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大鸡鸡的，是之前的这样啊？天哪！以前啊，讲错话，讲错话了，我差点烧死。学坏了，学坏了。哎呀，你们在说什么啦？有啊，是这样的啊，然后现在说我是小鸡鸡肉这样子吗？你们在说什么？啊哈哈，啊哈哈，我都听不懂。杰克，对，你是天赋点到力量二还是回复二？我刚刚以为你要，我是点吸血。哦，回复二。哎呦，等一下，不是我点，我点力量二，我想说。我剑可以用吸血，还好。哦。但是如果要保险一点，是吸血会比较好，要力量。我刚把真正的酱油绑去哪里了？啊？什么？哦，还我酱油，还我酱油，还我酱油。哎，他已经出不来了，这个身体已经被我取代了。你不是天然酱，你是化学的。化学的，不可能。你是有添加物的，不行。纯白酱油。
哪有白酱油？有吗？有啊，透明酱油，透明的，透明的。哦，是透明酱油，哦，真的有。透明酱油，大家都有颜色。我擦什么颜色啊？黑色。啊！死了？你有马鞍吗？你要马鞍吗？不是不是，哦，好酷哦，耶！这边有两只假的狗。哈？是他不会动。好，假狗狗，那是以前被定住的。对，我养到一只，然后它就不会动，在那边。可怜呐，假狗狗。好了，杰克，你是被定住了。力量二的吗？有力量四的吗？对对对对对，给你啊。好，那我去。好来，嗨，嗨，快给我蛋！你在干嘛？嗯，玩僵尸。僵尸，那僵尸几岁？你在扔，你在扔，你在扔。我超屌，三岁，三岁太小啦，三岁的话他是要那个六个，找六个就合法了。对啊，他就要找六个。我的妈呀！要扔出一颗鸡就有望了。不行啊，这个鸡真的是啊，我要再到处走了。欸、那先把岩浆收起来、欸，是吧、啊？先收啊，先收啊。会出大事啊，北野。没有，没有。红色。月月，你还在跑吗？对啊，我在对沙漠旁边。嗨、okay、呀！我来了。嗨呀！他转转，你要加什么料？怎么着？没下雨。你别跑吗？我来。嘿，走过头。哦。哎，在家呢。啊，我不在。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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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哎，我这些鸡都是公鸡耶，好讨厌哦。铁公鸡，安心等我一下啊。好吧，我母鸡呀、啊，母鸡斗啊，母鸡斗，鸡斗啊。哎。我们还有，我们有人拿过附魔金苹果吗？我、欸、拿过，我有，你有吗？你吃掉了吗？还没，我留着。你卖不卖？看一下，我看在，我等下检查一下。我记得我之前有一颗，有还在。你只有一颗，你卖不卖？要卖多少？一组赚。一组赚，我觉得好像有点少。哎呀，哎呀，哎呦。那你想卖多少？你要吃多少？我想想，我想真的不好找哎、欸。你要吃多少？你要吃多少？那说，然后让我想一下。反正你这个，你这个都会比你的好啊，比你副手好啊。欸、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废弃村。那你先拿这个家的好吗？废弃村吗？对呀、啊。哎、欸，我是啊，长怎样？掉的那一种吗？就是不是僵尸村庄？预设就是僵尸村民，僵尸村庄原本就是僵尸。哦，好酷哦！之前没有看过，是不是玩太少了？那个很难找哎、欸。有啊，我第一次看到哎、欸，哇哦！看到了吗？那个超难找的、欸，你今天是不是要中头奖了？啊，希望啦，那我就拿去抽。是要晚上了，是吧？好吧。但是我还是要蛋啊！我不要找到废弃村庄，我只要蛋就好了。可见找到蛋的几率比废弃村庄还低。夸张、啊！是上次酱油找到那个蘑菇岛啊？对啊，对啊。可是在几万格外哦，它是随机穿十万格了吧？啊，很远哦，很远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跑那么远哎、欸，头壳撞到吧？也是随机传送吧？对。我擦一个颜色哎、欸。阿静，你在干嘛？啊、哦，你要入门哦。对，你要纪念一下这里吗？不是，他要玩僵尸。啊，你啊！哈哈哈哈哈！玩到了，玩到了，啊，快！你干嘛？你要怎么了？我不知道你要，我只是一般的僵尸啊！你看，看画面，我刚刚接的任务。啊！拍谁？拍谁？我跟你讲，拍的僵尸很好遇到，等下拉一坨给你了。他不是僵尸村民就还好。我想说，你为什么要哭？他只是一般的僵尸。怕他碰，我可怜啊，好远哦。所以，所以是接什么任务被洗掉了？他是那个啦，他要拍照有僵尸跟僵尸画。
对，你好坏哦。嗯，好坏哦。不，我后跟在他旁边，只把僵尸打死。然后这边一堆啦，一坨，慢慢赢。我要继续找蛋的。那唐能借我听一下。你要来这里哦。我要找钻石，我差三个。好，这里很刺激哦，很多人哦，啊，不，很多怪啊，很多人，然后我直接下了，很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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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怕哦。啊，靠，这边就有一个粉红色的，我的天哪，怎么？怎样啦？紫丁香没收。我还在痴痴的寻找，又找到一颗蛋了。我要蛋。啊，我赶快把它拿去那个丢，伸出鸡来。哎，往岩浆丢。所以狐狸出来了吗？狐狸出去啦，狐狸出去啦，很早就出去了。我搬出去了。对，杰克搬的。那狐狸怎么进去？那等一下来找我。他就是因为鸡，他想跳下去吃啊。他想吃鸡啊。他想吃鸡，他饿了。他要玩吃鸡游戏啊。他吃鸡了，他吃鸡了，他已经吃了。有人被雷劈了，他吃打废了，有人被雷劈了，是不是？他被那个骷髅陷阱马炸了。啊，小马，你们骷髅马都一起杀嘛？你，哎，怎么连骷髅马一起杀？你太可怕了，我吓到了。骷髅马是无辜的，骷髅马是无辜的，上面的才是那个。你怎么连杰克真能死都杀？粉红色的马，哎呦。然后嘞，他只是想跟你说我有粉红色，好不粉哦。然后嘞，雨月，哎，用高清的半主半砖啊？哦，半主半砖，算了算了，我自己慢慢找算了。我慢慢找，慢慢找，慢慢找。很多哎，半主砖，就我觉得这太难获得了啦，这就是目前就走。以前比较好做啦，现在是真的蛮难。现在没办法，金砖就好了。那不然现在怎么做啊？那做不出来啊。现在只能翻箱子翻出来。对，翻箱倒柜。人家出64个，你出288个，哇塞！对，哇哦！因为我觉得六十四的不值那个价。那个砍价高手哎，砍价高手。那他只是一个技能点而已，算了，我自己想办法。我要几点？给我几点？我该不会今天两个小时都在找鸡蛋吧？我觉得有可能。现在已经47分嘞，完蛋了！还好吧，我也花40分钟找猫回来啊。可是你的是已经有，就是你知道你可以牵着它回去。我现在是连到底什么时候有都没办法，你知道好难过。为什么他们都不生蛋？少子化吧，少子化严重啊，这蛮严重的啦，没有，这是太严重了，你知道吗？对啊，大家不敢生啊，太危险了。啊，你看着他紧张啊，现在那么物价那么高，有没有？谁要生小孩？对啊，养不起哦。养不起小孩。我昨天看有人说，就是一个小孩到大学毕业好像要300万，是不是？不止吧，就是会比较低。第一期就是怎么讲，就是比较低配版，低成本的低配小资版的小资版养成，小不补习，然后还有什么不补习，不学才艺，不会学才艺，然后吃都每天吃，就是一点，就是那种最基础的那种一点吃饱，然后没有吃大餐，对，完全不吃泡面，然后完全不出去玩，然后不过生日，真的太无聊了，你们吃太可怜了，对吧？不要生了，不要生了，真的不要生，你说你都不要生了，医生出来，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之后不会补习哦，啊，你之后然后可能一个月只能喝一杯珍珠奶茶之类的，一个月只能喝一杯珍珠奶茶。我只能低配养你，低配养你。对不起，我只能无课养你。无课，然后这时候我无课，我骄傲。现在小孩叫无课好了。我跟你讲，通常都会有送新手礼包，那个通常你一出生的时候就会那个，那直接收。那新手礼包是什么？新手礼包就是政府补助啊。
对啊，对啊，哦，这也是，对啊，然后还没生之前就要去领那些序号，就是去各种那种就是什么药局之类的领那种妈妈新手包，免费礼包领起来，先领一波再说，序号结束，每个账号只领一次，哎，这那就是手绘的那种领完礼包以后再来就要氪金了。对啊，但是你就知道你如果五克的话，你就可以说我给我加啊，你可以养一群啊，生一群啊，就五克群呢。如果你生，你真的，我觉得很难五克群，超难的。太好笑了，我不知道原来我们人生跟然后你到二十岁如果都五克的话，就可以获取那个称号。然后到时候你就可以说你这群氪金者作弊，在玩人生游戏耶！哇，啊，富二代不是说氪长级的？对啊，是氪长级不一样、啊。没有，人家那个一出生就开始氪了、啊。对啊，一出生哦，天哪，出生得花氪个两万玩一下好了，氪个两万爽一下。不是通常都是直接氪两百万吗？就哦，是盘子，一开始就先氪三单。哎呦，没有氪三单刷手游啦。那个超值礼包才能氪下来。哎，等一下，你们有没有想到要那个洗手抽的问题啊？好恐怖！这个不要，这个不能用手抽啊！别啊！这个不要手抽哦！问题来了，到底是妈妈手抽小孩，还是小孩手抽妈妈？哦，两边都在选，两边都在选，两边都在抽。对呀，不知道在为什么。讲到最后很像什么？这个我们是那个实名认证的。哦，就是说，就是注册账号就只能那个，对，注册就绑一生一世这样，对。对，哇，欢迎大家来到人生 M， 人生 M， 我的天哪！谁家有很多水桶？水桶，你去跟铁巨人拿。超商上面铁巨人一大堆铁。啊，可以外送个铁给我吗？好，你是没有打火机？对。我突然想到，对，我们没有盐烧哈，我放了一个羊毛跟岩浆那边，想到等他。我给你，我给你，我有，身上有打火机。没有铁。哎、欸，村民的箱子里面会有鸡蛋。它变铁砖了啦，白痴。会有鸡蛋吗？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没有哈。那我走了。好，谢谢。所以你有了吗？他有了。好，哦，这地方不会有那个哦不，空的吗？就是我要僵尸化住不了啊，这边这个地形不会有这个哦。好，啊，杰克，好，等一下我拉个鸡，然后可以回来看看。拉个鸡，听起来超奇怪的。对啊，你听起来鸡，我拉小鸡，拉鸡，完了。现在小孩会听这首歌吗？没有，应该不会了吧？现在该结婚都结婚了，该解散都解散了。该单飞不解散的都该恢复解散了嘛？对啊，单飞不解散的都单飞了。安徽，偶尔出来就是让大家怀念一下。哇，曾经是你还是看到他明星三缺一啊？你是说你说那个吗？那个叫谁？那个美秀姐吗？啊，大舌头美秀姐？不是啦，没有，因为团团的是美秀姐。白痴！哦，美秀姐唱垃圾，我还真的。哎呦！他要死我！哦，好可怕！他有唱那个啊，三八花一朵花啦。三八花。哎，他们刚，他们有人说，刚刚人生 M 开局会不会送？送那个魔小孩，魔小孩，小孩你说开局就中邪吗？好恐怖，好恐怖！开局中邪是怎样？好可怕！哎、欸，可是你要说这个、啊，我之前有看过有那个啊，就是前阵子不是有时候会有人那个网络上啊，就是会有个有人放那个电视节目，就是什么驱魔什么，嗯，然后呢就看了一下，看到有一些好像真的就是小孩出生就直接好像中邪那样，我觉得好恐怖哦。很恐怖啊！哦，你要惊死！要是我，就先吓死
真的，不同的游戏，我在想会不会是眼吗？效果对。对，你知道我后来就长比较大，那是比较小时候看小，那时候我想比较大，对不起，比较大。我在想会不会它其实是剧本，你知道吗？剧本多半是剧本呢、欸。我觉得有一些是啊，有一些不是是什么，就是纪录片形式的电影的那种，也很多都是。哦，对啊，也是有可能。自从开始做 YouTube 之后，已经不相信影片了。我也是，自高心内影。对，因为你就看到有些网络上某些人好像很神操作、哦、好像很厉害，史上最强什么什么玩家。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样吗？我现在都是只认，如果他这个是直播的话啊，我认了。直播认，直播认，直播绝对认。嗯，有种拍台湾啊。啊，影片的话还要问号一下，你们感觉很像被伤害过很多，没有啦，是懂得那个怎么操作啦，就嗯，对，大概懂的啦，不然以前都不知道。你讲我也没指令没有厉害啊，都是操作出来的。所以你都在没有打指令啊？对，我觉得他这个指令好厉害哦，我的天、啊！看我们又来又来又来，他弟太厉害了，所以我想吃个饼干。我来，这有关联吗？这有什么关联？我只是想吃饼干而已。这真的很厉害耶！哦，他弟太厉害了，我去打个酱油。哦，他弟太厉害了，让我吃一下，马上好。他这怎么往上挥？多200颗，我。找盾牌还你，哎、欸、呦，臭完，还是你盾牌要卖我？你收完了，我收完了，到时候再看看吧。好吧，你换我。我这从开学第一天解到现在，终于结束了。恭喜恭喜！收完，你那个是有一组钻石啊？对耶，对啊。哎、欸，往好处想，至少有一组钻石可以找团团要那个稿子挖。啊，对啊，可以挖，嗯，可以挖了。你搞我一瞬间就变成里面最富有的人了。你说，我花2个月完成了，我的天哪、啊！哇，好久啊、哦！哇，硬币耶，太猛！大胃王信不信？那个有剪辑的都一定那个啊，对啊，也有剪辑都不一定哎、欸嗯，都要看看，除非我现场有看过他的，对，现场看过的就很。我是看过，相信真的大王的是那种有一个，就是他是照 X 光出来的，他就是边吃，然后吃一吃就跑去照，吃一跑去照这样子，然后真的他就是真的就是一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他的胃真的就是容量，你看他真的是越来越大越大，是一般人的不知道9倍还是10倍大，哇，很恐怖、欸，好像是那个谁啊，你说的那个好像是木下佑希啊，对、哦，那个超扯哎、欸，啊，崇拜，崇拜，崇拜，他吃东西超级疗愈、欸，嗯，怎么老是在下雨啊？我按了，我按了，因为本身就在下雨啊，从。开始前我就先去按过一次。嗯、我说那啊，那我快转的你们信吗？大胃王快转的？单纯快转的话吗？快转很难说，因为快转的时候，因为快转你剪辑可以把它剪掉，可以剪。他那个剪辑，他只要背景什么都不变的话，你很难看出哪里有剪。如果说他快转的时候背面有一个时钟。那我想买那种、啊，我、哦就是说，没有时钟就好，不要时钟快转这样子，对，就是有那种指针那种，对。可是他搞不好背景是 P 上去的、啊，那他的操作有点高啦，他可能在绿幕前面吃饭是不是？然后也是有机会，对啊，他是绿幕的背景，然后把它调得很真而已。哦，那这样我们就要看一下他到底他身上有没有绿绿的东西，绿绿的边，因为绿幕很难去到。蓝色的背景，没有，他故意就是那个哦，去背去的很明显。那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大胃王哦，他是去外面，就是他拿一个大碗，然后去外面，然后跟店家说：“哦，我要装满这整个大碗，然后快转吃。”这样。哦，那个我之前有看到，那种很那个、欸。可是而且有一点快转吃，我觉得还好，是因为他可以，比如说他拍8个小时啊，他把它弄成快转就好。嗯，你懂吗？是有
把它吃完，要弄成十分钟的影片也是。对啊，他只是把它调得很快这样。对啊，而且搞不好吃一次中间去休息之类的，对吧？对啊，只是他中间剪掉，所以就都不好吃。啊、嗯嗯啊，直播吃啊，直播只认直播吃，直播才是一切。对，可是现在好像也很多都有直播吃。你还我以为你要说现在有很多假直播，啊、也是有人假直播是有啦，可是就很难啊，太苛刻了。欸、可是我觉得以我们台湾的直播市场来讲，已经不会到非常的秀下限了。如果大陆那个就真的很夸张，就是各位老爷，为了流量，可是我看他们每次都吃那种超级刀超多辣油之类，我就想说啊，就喝辣油就要带去。我有在想，你知道吗？哎、欸，可是你知道吗？我看他们，我很好奇，说他们吃的那么爽、啊，到底是真的那么好吃吗？就是他们很多那个辣油是完全不会辣的辣油，是只有色素的那种。对啊，对。我之前每次看到油，我之前是看到那个，想说到底是在喝油是不是？看一下、啊，我之前看到一个是那个。以半坨瓦沙米，他被呛到，被空本这瓦沙米。好想看哦。是啊，这些鸡是死不生蛋啊、嗯！我已经等了快半小时，怎么没蛋啊？哎、欸，夸张了吧？到底二十分钟固定生一颗啊？对啊，可是就都没看到啊，太夸张了吧？不然你拿个漏斗去接着啦，先回家了。对啊，回家了。那边会攻击的，会禁止不是吗？它是攻击的。对啊，每个碰到都攻击啊！哎、欸，嗯，把他们小孩哎、欸，哦。马真的要驯服好久啊、你可能跟他相性不合吧？他是公马啦，公马，公马那我应该很合啊。啊哈！哇，你 solo 掉了 ，solo 掉了。所以你可以这只左边这只，我不小心打掉了，多打掉没有那个看板的，你就直接坐上去就好。Oh. 我只差他还没驯服。我要走，我打回去。哎，这次驯服了，要、啊、不然我是哪只？这好的。哎，这好的吗？这只啊，真的。哦，哎，对啊，这只。哎，他们有人，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吗？直播影片什么效果啊，剪接那些吗？可是我真的有觉得现在的这，就是现在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啊，现在 YouTube 的影片的生态感觉，现在大家还是比较吃这种效果的感觉。嗯，对啊，就是以前的话，就前几以前做的话，基本上就是真好笑，就是纯就是简单好笑，简单好笑就好了，不是真好笑，真好笑，真好，真好笑，比较简单就的那种。对，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反而是那种你一定要去搞很多花俏东西，大家才比较愿意看。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大家胃口被养大了，对吧？口味被养成那样子了，就是当你的选择变多了，你的就会越来越挑剔，就是这样。嗯，人就会越来越挑剔。对，其实就是像你看电影圈啊，人家那种纪录片跟一般的电影去演出来的电影就有差啦。对啊，这是固定的，大家人心的那个这样子，这每样都会变。没法度了，这世界就是安呢。我怎么有种看到YouTube 影片快要变得跟就是每个人基本上都要搞得跟电视节目一样那种感觉，趋势吗？对啊，我总觉得有这种趋势，因为电视渐渐在消失了，他都跑电视，好像也跑电视节目会慢慢的跑来就是 YouTube 的网络市场，对啊，因为就是一般的电视的收看率现在越来越低了，对，而且电视都用网络啊，除非是真的很好笑的那一种，就会看，对啊。就感觉就先刷几种颜色啊，一二三，你太突兀了吧？他在看他嘛？啊，趋势真的就是这样。这个重复了，完了。然后嘞，要把它拿下来。我要去把它洗一洗。要晒一晒啊，泡一泡牛奶。哎，谁家有干锅啊？干锅，干锅，干锅，锅啊！那个是叫干锅吗？
麻姑吧？干锅，你说干锅？干锅是做实验的那个啦，做实验的干锅啦，错了。Okay. 郭府吧？郭府啊，你郭府就反着合就好啦，裤子反着合啊。对，裤子反着合。哦，我是这样，就是有干锅这个叫法吗？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干锅是真的有干锅这个东西，它是白色的干锅果。对不起，干锅果，干锅果，干锅果，干妹妹跟干锅果，对啊，干妹妹，好像公报好烦哦，公报哦，直接攻三肥，哦，强力耶，哇，有强力九十钻，它是一百颗钻，我们是几个人啊？今天我们今天是扣掉我是八个嘛，算人数。再两颗，再两颗，你要请客吗？对，我要请客。再两颗，再两颗，你们每个人就都有东西了。他请他吃甜点。对，没错。我今天肚子饱了，我今天肚子痛，不能吃。我把你打到你饿了。哇哇，我把你打到你饿。哇，物理治疗哎。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让你变吃播。啊、你不饿啊？那我来揍你两拳好了，这样太可怕了！哎呦，恨死你！你有恨我恨到这样子吗？我没有啦，不会啦，没事啦。那你爱他、啊？你就很怕我啊？你一直觉得我会把你掐脖子掐死啊？我有什么？他是说你终结技他、啊？对啊，终结技。哦，再一颗，再一颗。我这边啦，你最后来找我啦，我有最后一颗了。哦，你有最后一颗哦。最后一颗。哦，好，那我去找你了。那我当着面你的面把它 Q 把它打出来。最后一颗，最后一颗。来，啊，谢谢你啊。你们有没有可可豆？我有啊。可可豆，我有啊。好。可可豆那个啊。它传过去就好了。酱油加旁边就有啊。欸、对耶。哦，离繁星家比较近，是嫌弃酱油。对啊，哦、对不对？你是嫌弃他？怎么会这样子呢？打肥事啊！打肥事呀！天，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可豆的马鞍的颜色跟原版的颜色根本一模一样。你就不用用啊，又没关系。没有，他任务要、啊，他要解任务吗、啊？没有，这不是任务，我只是单纯想要他自己想要而已。对，哦，所以刚刚那边的五彩缤纷的马就是你在用哦。对啊，这是七彩战队。那哪只有七彩啊？你十二色好不好？六啦，听懂哦，十六色，色铅笔啊。哎呀，我差几只啊？我算是不好，反正我差四只，四十六，然后嘞，四十六再四五二十，四六二四，四七四十八，不是四七二十八，四七二十八，优秀优秀，酷哎、欸，太厉害了吧，酷哎、欸。真的是很酷哦，同学，你很有趣哎！我刚刚讲这什么低能自重的话，好赞哦！四幺，四川，哎，我要跟你借稿子的哦。我在繁星家，嗯，他偷我家的奶，对我在挤爆他家牛的奶，哦，好痛的感觉哦。牛啊，很多很多只牛慢慢让我挤。牛，哎呀，喵！哦，是什么颜色？粉红色、灰色、灰白。哦，缺什么？浅灰、灰黑。哦、嗯，还有什么颜色啊？绿色、绿色、浅绿、浅绿、浅绿、仙人掌。他我在你后面。哦哦哦，原来你在后面啊！我想说你刚刚为什么听到有个人推下去？锦月哥哥，我来。对，我丢手。什么东西？仙人掌。仙人掌。嗯，看看。不知道有吗？应该有吧。有。哦。我很
我在哪边敲呢？哦，你可以去轩人跳。好的，回家轩人跳。轩人跳。我觉得我需要一个人。你要干嘛？你他要一个人，帮我站在这里。没问题，我来了。乖。哪里啊？要做什么？就是在那边就好了，人家在那边附近就好了。他要不要说？他不要有怪物了、啊，让怪物不要消失。哦、oh. ，这里有什么怪吗？你这里有什么怪？因为我在引朱布林过去啊，但是他去了就不见了，他在解任务。哦、oh. ，他马上就被刷掉了。对，嗯、啊，叶妹都不来找我，为什么？然后叶妹找你啊？而且一件手机，你去大平台，你去大平台用那个用跑的。让他很一直线，不是他们不追我啊！你去人少的地方啊！你等他升啊！我拉不过去。不是你等他升，你去大平台升，你就先跑远一点，然后只有一个人的地方，让他从那升出来吧。他怕被揍，所以不敢。怕怕。哎，现在是没有，误会误会大了，误会大了，哥哥。哎、欸，听到朱不远声音，真的发不出来，发不出来，误会大了，想射我，哎、欸，射僵尸朱不灵不是吗？啊、等下变了，他在抖了，哦，他的过来主世界就会抖了、哦，对，有了，他很害怕这里，哦、那你们在那边呢、哦？嗨，你们别走，两位这边，刚出到他，哦，等一下，那我要跑一下。吃完哈，还是吃一口？一口就好。好，那我跑一下。啊，杰克，嗨，杰克，这里。一口。那我跑一下，等一下，太突然了。这个画面有点有趣。很有趣。大家在。有啦，我会陪你们吃一口啦。哎、欸，你们吃完一口，我会吃一口。验毒吗？这里没有毒。好，不然我先吃一口。你先吃一口、啊。我先吃一口，他没有毒啊，他没毒啊。啊，没毒。哦，吃最旁边这个，吃最旁边的、這個，吃一口。嗯，太可怕了。谢谢。我走了。好，等杰克跟哈基。哎、欸，这个猪，我饿不了。绿绿的、欸，绿绿的、啊，这个猪了。这本绿绿的、欸，放下它。放下屠刀，必定成佛。你把它烧掉，放下屠刀。我附近没有僵尸，战斗陀螺。要白天了，我以为你解完要白天了。他刚刚就是被毒死了、啊。我刚刚晚上的时候四处绕来绕去，也没看到僵尸。我再去挖精力了。哦，你最后不是在废弃村庄解哦？我以为会在废弃村庄解。因为那附近传过去是那个。哎、欸，这里有僵尸，这里有僵尸。过来，过来一只。我需要帮你拉吗？呀，可是也快白天了，有点危险。对，它快烧掉了。可以啦。串串，啊，感谢你的稿子。哦、等一下再给你拿。哎，这里我这里有僵尸在咬我啦，你们回来啦。哎，僵尸，你挖到几组啊？一组钻石挖去五组42颗。哇，好多、啊、哦。那你饿了没啊，阿基？啊，有了，可以饿了吃。好，他去拍照了吗？有啊，拍了。好，那我不懒了。杰克饿了没？还没饿。那我揍你一下。你我揍你。打你。打骂啊！你饿了吗？我自己回血，应该饱食度不会影响到吧？啊，对耶。感谢。哦，感谢。快耶！揍爆你！这边有僵尸、欸，耶耶，鱼月离开了游戏。鱼月怎么了？鱼月，不要难过啦，我会给你啦。鱼月是不见了，他的网络要爆炸了吗？哦不，好吧，肉身了。切什么？太棒了！杰克怎么还没饿啊？你操！我刚才吃了一个烤鸡而已哦，不饿也正常。你的隐藏宝石太多了，对，把、啊、你多砍一点。可是我们在抓回血呢、啊，臭屁孩猪，我想打一下屁孩猪、哦，吓死我了，屁猪，屁猪，
我是不是要掉到岩浆里面了？好像啊，姜子，你完了，熊猫团团，没有啊，没有，我没有说谁很像啊，你怎么了？很敏感，不要那么敏感嘛，啊。还等几刻，吃完我才能走。对哦，我有卖饮料。啊，好厉害！对哦，我们怎么没有拿、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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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对哦，饮料都快沉淀了。哪一个？哪一块？哪一块？这一块吗？中间的？嗯，耶、yeah, ，好吃了。好，我跟你借搞搞。不是啊，在阿汪那里啊。对对啊，在我这。阿、啊、你怎么求反应？啊、这里啦，来来吃蛋糕，吃蛋糕。我不饿，我不饿，我刚吃完一块牛肉。去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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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跑。哎、欸，阿汪，你可以。传我吗？阿旺，阿旺，不要不要，阿宝阿宝，你吃完蛋糕，我再开才给你搞，快点，我才给你搞。哇塞，好的，给你搞，好的，好的，好的，虽然我是这样子，这我还不是放片头。阿旺吃蛋糕啊，给你搞，我好像也是饱的，先还你，先还你。杀他杀他！给我！我有在跑，我有在跑，我有在跑！你看我，稿子先给我。好了，我搞我，你搞我！我是要出去跑一下了，等一下，不然等下被打。先跑！我团那个不是这样子的，那个不好意思 ，Bobo， 这个剑锋历史啊。还是你想尝尝看二十攻击力的刀子？青色哦，青色，青色是怎么做啊？是吃一口就好了。青金石啊，青金石跟骨粉吧？骨粉吗？这是浅蓝的。绿色，没有绿色加蓝色啊。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好，我看到你吃蛋糕了，是吃一口就好了，是不是？哎，对啊，旁边那个没吃过的，因为要演一个。好，那我还可以。好，知道，好，看到了，好。哎呦，输哟。你有看到我知道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的眼角没有就再去跑，跑两圈，好了，吃掉吃掉，好去找别人，拜拜。哎、啊，你们在这里，我在跑，我在跑，我怕被打，我在跑了，等我一下，我怕被打，先跑，我刚现在，我提早在边跑了，哦、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嗯。嗯，我跑，他被打了，好，这是小雨，是小雨，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到底在哪里？在这里，不会在这里。我一过来中箭了，我中箭。哎呦，没有，没人看到团团是奔跑的，要跑，对，好像跑在的一样，就他是要给别人东西吃。哎，好起来，好，给你蛋糕。嗨嗨嗨，噼里啪啦爆，好，有种饿叫团团觉得饿。哎，怎么了？你饿了没？我不饿啊，不是饿了。你要跟阿妈说很饿，你会完蛋。我啊，跑，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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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要买火柴啊？为什么去买火柴啊？我师傅叫我出来卖火柴。没有，我是叫你饿，我要为大家叫你卖火柴。对啊，他叫我今天要卖100根，不然不用回家。那不要回家了呢？那我回家，等不到一小时了，卖不完了，完蛋了。我要吃整颗是不是？没有一个而已，有我看到哦，一口一口。哦，那我可以嘞，好，我要回家了。你回家？天哪，太可怕了吧！我很强迫人家吃蛋糕，好可怕哦！哎呀，我掰嘴巴！给你掰架架，哪都可以啊！嚼送架，嚼送架啦，嚼用。你的蛋糕会飞。这里，哎，什么都放不上去哦，这里。来吃一个这边，喂，耶，挤完了，我要走了，耶、yeah ，我们只是个过客，他不管售后服务，对，现在肚子有点痛了，哪有那么夸张？肚子好痛，你们一定是吃蛋糕又喝咖啡，那所以说还是喝你的有啊，我好痛啊。好，我跟你讲，吃蛋糕又喝咖啡，不要去搬重物哦。对啊，你搬重物会
哦，危险哦！真的，真的，你们谢谢你们的提醒。啊，这个任务居然只有45颗钻石，好少。然后追着大家跑，对啊，追着鸡跑嘛。对啊，除了追着大家跑，还逼着大家跑，一定得跑。45颗啊！哦，我是那种28根那个，我白痴。哎，请问28根。水池旁仙人掌是要当垃圾桶用的吗？哦，我只是在繁衍它，可以当垃圾桶用的，对。繁衍。哦。哎呦喂！是不是今天真的不适合冲鱼饵？你怎么冲爆三个啦？没有，这个是杰克啦，这个是杰克的。哦，七八九。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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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再冲。bang， 哎，真的哦，是不是？哇，有哇，冲爆两个。这个最高多少啊？五，最高五吧。因为六就不能。哈哈，四五啦。就等这群小马长大了。是我啦，是我啦，这是谁的 ID 啊？啊？哈？哈哈，是我是谁的 ID？ 哈哈，我是楼一吧，楼一吧，对，我知道有一个这个，可是好像还有一个人，是谁啊？我只知道这个啊，然后再来就是我学他，就是哈哈，我插技之类的，嗯，我穿过这个 ID。然后你如果是说 DC 的 ID 的话，是 Moco 群包，每个人都说哈哈是叉叉，嗯，就这样，哦、我记得这样哦，那就没事了，好，哦，没事，百分百，嗯，现在还有什么、哦、那个经验塔？哦，对耶，小雨那，哎，不对，你是说中介那个吗？对啊，好像没有，还是可以打。你要看着那个，看他，就从那个有一个小洞，你看他，他会跑过来，一样可以打。我现在是要人工的，对，要人工看，半自动了，半自动，半自。是我钓竿借你。嗨，我吗？嗯，我吗？还是我？不是啊，不要经验吗？我觉得这样也蛮快的啊。啊，就钓经验值蛮多的是不是，对啊，因为我鱼饵五啊，钓超快的。哦，钓鱼游戏，那我也来去冲一下好了。你说鱼饵的诅咒吗？没钱，对啊，不确定够不够，去试看看。因为四冲五就很低几率啦、啊，一半一半。九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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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然后都会中那个爆掉的25，爆掉的25趴，冲啊！那个经验修补的还有吗？还在。哎，我没钱。哈，那个云月那边还在卖吗？箱子里面还有啊。我记得我上次有买几本，不确定还是怎样。现在应该是在我家里的箱子吧，上面好像都撤掉了。啊、嗯，我现在也要来买一些。该买了。买，不然知道涨价了，知道涨价了。他已经很久了。其实还好啊，不需要涨价，大家装备都弄差不多了，涨价也不会有人买啊。我要去，就那个价吧。一万格，一万格，一直掉到火药、欸，苦力胖。对啊，有人在用一万格吗？没有。毛。嘿，船喽！好，一哦，这是哪里啊？嗯，贵啦！啊！你好。那个跟这个 R 跟那个 R 是不一样的，我刚这个 R 是摔下去的，所以是 R 最好。R有分很多，大 R 小 R， 大招跟小招啊，还有啊那这个呢？这是无言，那个不能吃，不能讲出来，这是无言的 R， 不能讲出来，我找不到，开找。哦，鱼是放在哪里啊？啊，强化的对面吧。强化的对面这个，强化的对面这个，哦，有了。哦，那我就放5钻进去哦。嗯，
啊，放错了，放成64。我不想说这么贵，这次吓死我了。没事，阿婉先那么多。我刚刚抽了一波，我没什么好东西。怀念我的钱包，怀念的是我的钱包。你后来没有去看记录吗？就是找不到了啊！你没找到、哦、哇，你也是蛮好到直播记录也没看到。是我的钱包。哎呦！你们过了好几集之后，还是听到那个波波说：“我的钱包。”我好想念我的钱包。你有看到他吗？他刚刚还在的。你有看到小雨吗？你们就几个月前，小雨回来了啦。小雨已经回来啦。那是魔力宝贝不见了啦。魔力宝贝，不是我的魔力宝贝吗？还不能玩呐、啊！还不能玩呐、啊！这是什么？今天鱼饵是不能冲啊！天哪、啊！我鱼饵是冲，我是用强力啦。哦，对啊，难怪会。不行，我一定要冲过一把。好，你加油！加油！加油！只能沉默。没有，因为真不知道回什么。没有，我习惯了，我习惯了，没事。我怎么已经有一点想到我们那个之后什么二周年的时候一样有颁奖典礼嘛？然后我们就有个多加要多加一个奖项，是谁是据点王？那恭喜！那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讲结果了。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太无情了吧，这个鱼儿。有福吧！哇，是加油！然后还有那个、啊、哇，保住啦！再来有毒啊！等一下，我没钻石回去拿。哇，好好，没有。然后我们就还要再多一个奖项，是最佳进步奖。杰克，最佳进步，谁在这一年之间的话题的能力最强？没有，没有，我没有变强。今天我还在耍废、哦。没有，那你没有变强，你是不是有点怀念你带话题？那现在给你带好了。刚好现在是一个空间的。对，你是不是想讲这个很久了？你故意讲？没有，没有，没有。你是想讲这个很久了，然后就刚刚讲一个。哎呀，杰克自己跳进来，我也没办法咯。我没有跳进这个坑。你没有跳，你挖的。你挖的。你挖的团团把你踹下去了，对，把你踹下去了，有了，成功了。话题哦，我想一想，最近有什么事？最近，哎、欸，不对，其实你现在也是过很爽哦，你好像也很难会有有趣的事情哦。我最近一周就只有礼拜二上课而已啊，真的很夸张哎，很爽哎、欸，周休六日啊，哇，休起来，怎么了？那、啊、这个 R 又是什么？色班闹鬼，色班闹鬼。社会有关系，没事啊，看看习惯了。撞鬼啊！是你以前学姐，你不要这样。学姐，你变成会爆炸的样子，会爆炸爆炸的样子。学姐的易怒哦。他最常讲就是怕爆。真的爆，真的是怕爆了，苦力怕爆了。那也是啊，那也是。是学姐现身了。爆了爆！哎，你们还没打副本的，记得哦。对耶，来速度的加加，我还有速度多少？我看一下，我有一张两倍，我二跟三。哦，有我也有，我有各一张。速度二的我好像扔三张进去吧。嗯，刚在下面打。哦，对啦，下雨了。又下雨了。这是今天狂下雨。对啊，哎，我内心也在想黄下雨，有没有人？你内心只是在想红钱包吧？被卡了。对啊，你是说什么？有没有人要拍史莱姆神怪传啊？拍史莱姆神怪传？你是说熔岩史莱姆？哦，熔岩史莱姆。有人那个不是要接了，导致自己发你去接啊？所以你现在接，然后过去现在接，然后去影院的。我现在对啊，你们现在接过来就好了。哦，分影院一半啊，对吧、啊？分影院，看你们有没有人要喽。哎，哈基姐，好，给哈基姐，在底下，在底下啊！你没带，你没带，你没带，
你要被打，带，你没带金的，他没带金的，在底下，在底下，他不怕啦，他不怕，一刀一个，他现在攻击这么高，哦，还是有点痛呢，哦，嘿嘿，又又嘿又，那一整坨超痛，就是他们是拿斧头，哎，我的天哪，斧头杀手，红色的，说红色的，我没看。跟我一位朋友还蛮相像的、啊、你觉得我是这样说恩师的人吗？是啊，我没有说是谁、啊、你怎么到那边去啊？哈基米服了、哎、我不能接受有人这样子攻击我们老师、欸、这个没有，应该这个应该会有啊。没有啊，小偷没看到啊。不哦不，那你先回去。哦不，怎样？哦不，没见，没有，要缴学费了吗？我现在32次，我是缴了几个人的学费了？繁星再加影月，哈记这样九，哎、欸，十次，挡到了，挡到了，挡到了，你快过去，啊、快跳，快跳，你、欸、刚好没人。哎呀，副本开揪。啊，可不可以再晚个10到15分？啊，因为我刚好在逛废矿。是啊。啊！小雨，你、啊、等我一下哦，先去找金怪。我要打那个，去旁边。哦，288。这一下这个不好打呢。我到了，可是好像、我来帮忙了。小雨要不要先来打这个？啊，哪个？可以给我一个好位置吗？暴尸啊，还有暴尸，好。对啊。琵琶碰。哎，我这边好，好差哦。请求一个好的输出空间。我打脑鬼，我打脑鬼。他吸脑鬼不行。哇哦！吸脑袋，吸脑鬼，脑鬼，他吸收脑鬼。我被，我痛！哎呦！看到人了，拍谁？哎呀，是谁的？不知道。我好像有吸到30，但是我吸到39颗。哦，杰克的，杰克的。就杰克有个奖励头啊、嗯！我有吃到一把剑，就你的都是观有人有观众帮我看，我刚刚身上有几颗，我刚刚强化到一半，就等你观众再起婚，对，你可以先放箱子啊，要亮了，没有没有箱，没有箱，可怜没有箱。哦，现在身上我们几个人？5个啊？当什么？加我，那是6个。去补血，帮他加哈基5个。哦，问个，耶、欸，你要问啥？没有啊，就是钻石身上有多少钻石？你先确定好，我再丢那个4个给你去分，看你能不能再分我。我 A4。这是小雨的香香，我的繁星的，嗯，繁星的，哎，哎，太过分了，49，给钱给钱给钱，三组有49，不是丢进去就会凸显出来的呢，五个人嘛，对，哎、欸，等一下，我再丢给你4颗哦，等一下啊，哎、欸，蜘蛛来了哦，好像咬他鸡哦，嗯，白天的，好了，自己拿哦，自己拿，你4颗，我再拿去进去分吗？还是你可以再打、他绿了，他绿了。哎呦，换4颗，就看你们怎么分吧。然后4颗，哦，那哎、欸，要不要捡一件上吊？好多、哦，我在跑。你说的，有一件双吊、欸，哎、哦，一个机会很大、欸，哎。穿雨月掉到眼腔，穿到那个。天哪！怎么都不飞过来，可恶！我想说，怎么了？没吸到哎、欸，是什么？好吧。
他进了，我的钱包要敲掉了，对，在那个还在上面。第二个钱包，他们出杰克，他都咬我、欸。哎、欸，我们都回去这边留给那个小雨就好了。啊，轩 W， 阿旺一定在家。哎，对，我在家。阿旺，嗷嗷嗷！移动头盔耶、欸。移动头盔，有一个加三速度的头盔、欸。哦，拿了，拿了，拿了，穿了，穿了。哦，移了，移了。谁回家之前偷剪自己的羊毛、啊？哦，是你们用贯穿戟去解的、啊。贯穿，贯穿有贯穿就可以了。我是贯了两次啦，贯了两次。你贯的越多的话，它越容易解成功啊，因为后面几只 也有可能被射到啊。哇，要射射死啊，射死射死，一次射死啊。那你就负贯穿负到最高吧。啊，贯穿越多的话，你后面可能你前面两只残血，后面那一只可能血也差不多，那可能就一次多贯几只啊。紧急电话，Emergency 啊！为什么我家有可怕、啊？学姐，好邻居嘛，学姐去探望你啊！学姐找你，找你，学姐啦，学姐，大爆那个，我刚刚都被探访一次了，不意外吧？不意外，不意外。啊，酷公，酷公，嗯，西洋兔塔舞，西洋兔塔舞。不打 ，OK。我听到世界冠军 What the fuck？ 对啊，世界冠军怎么这么生气啊？听到，世界冠军怎么了？他是被戳了，他是躲在草丛被看到了。等下这里太多怪了啦！他是不是没有稽查？他是不是没有稽查？稽查。稽查队友的详细资料，是遇到演员，开眼。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不好的现象。你说演员？对啊，演员啊，那真是，那也就是啊，对啊，很糟。像我这个认真想把这个游戏玩好的都很难。每个人都自以为精英了、啊、对不对？很强。我本上精英哦。我没差、啊，是小号而已啊。我小号而已、啊。真的有遇过有人就是讲说，哦，我跟你讲，我以前的那个以前某游戏吼，那个钻石排位呢，又是白痴热带鱼。然后结果跟他打了几场之后，他说他要把小号开始爬积分了。结果呢，我看他爬了好几年都还在铜牌，爬到哪里去了？我也是想说你到底爬到哪里去了，很好笑。梦中什么都有，真的是梦中什么都有、欸。哎，那位朋友是我认识的那位朋友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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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很有趣呢、欸！中介生怪这边是暂时休业吗？没有、啊，你要用看的，然后自己看，要用看的，你要扫到他们眼睛引他们，没办法，中介满又死了，可怜，又被削掉了，又被削掉了。那我想直接冲进去打他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自己小心哦。啊，他不用怕，他一刀一个哎、欸。他被推下去，他就叫了呢。哦，也是啦，我叫了，我叫了。好，来，请叫。哎、欸，他们好痛哦！就是你讲，要很痛啊，所以你要站好啊。
白痴了，大鱼。嗯，你跳砍应该可以啦。你当我在开玩笑？不要怕，是怕说打太快，把你那个一点八打到那个虚空去了。哦，对啊。被推。OK， 我也是养鱼大户喽。养鱼大户啊？对啊，我是养鱼的。世界冠军很生气，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听声音怎么听不到啊？我只有听到些微的小的声音啦，但是没有很明显。我自己听都很小声耶，是蛮小声的，就是有听到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会一点点。嘿，他平常应该没有。对啊，今天声音穿透力比较强吧？嗯，他今天比较激动吧？今天比较中气比较足啦，比较生气。然后今天很生气，我想到话题了，我来开话题吧，来吧，好了，中气。因为我最近就常去吃那个拉面店哦，想吃。然后我想，这是某些是网络评价很好，但去吃的时候，看这是三小，有这么夸张哦？我想，我前几天我吃了一间，我不表明是哪一间，他可能家东西吃不进。啊，家东西哦，他我不知道就是我去那时候八点多去吃，然后加了面，我感觉我加了面那个，然后那碗来了之后只有两个叉烧，其他都是面。我想说，等一下，这是拉面没错吧？哇塞，这整碗都是面呢、欸！是拉面没错、啊，拉面呢、啊？拉面、啊、怎么？啊、你又吃叉烧？对啊，那我就吃拉面就是要还是要有点配料，但是你知道它就是纯粹两块叉烧加全面，那这然后加一些那个豆芽菜。然后就吃一次，好好没有那种爽感哦。好，他加一碗多少？你一碗多少？快200块吧。哇，哎，还好加面吗？我加面。哦，你有加好，整碗都是面。然后今天还跑去吃别间，然后那间就好多了。所以你觉得台北应该也很多那个吧？拉面店之类，我记得不是之前还有什么拉面地图？对啊，拉面捷运好猛哎，拉面各个捷运的。某几站都会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拉面之类的。拉面，好想去吃拉面啊！可恶，我想吃。我半夜也自己在查附近有没有什么很好吃的日式拉面，结果我发现他们不知道全部都串通还是怎样，为什么都礼拜一公休啊？礼拜一公休，哎，其实是很……我查七八天全部都是礼拜一公休，哎，我超气的。很多啦，正常，因为礼拜一通常好像人超少。哎。好想吃拉面。网络评价有很多都可以用洗的、啊，都有，知道吗？真的。像警局都现在警局都流行去吃拉面了，还吃。那真的很老哎。吃拉面？对啊，什么东西啊？没有吗？就是有人会去打卡到某个。哦，白痴，就是在警局的那个评论那边，然后给人家留言讲说这家的咖喱饭超好吃哦，这样子，来必点，应该是猪排饭吗？还是猪排饭之类的？哎呀，刚刚吉克在讲拉面很惊讶的时候，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把我的一个介夫盒丢到演讲里。哇！你也太惊讶了，我不知道，不是很想加面吗？我里面装快三组烟火，跟刚刚挖的一些矿而已啦，所以倒还好。有钻石吗？有钻石，但钻石不多。嗯，我还是觉得我不知道在干嘛。那黄神后啊，鱼，好大的鱼啊！还有那个啦，盾牌，我的熊猫盾牌在里面。哇哦！救命！怎么了？你在叫什么？鱼又游进去了。对啊，游了。所以是不是？刚鱼全部游出来了。最佳据点奖，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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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哈哈哈哈哈哈！大家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我的鱼。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副本要赶快打了哦。最后接最佳据点奖，我快笑死
我刚刚真的很紧张，还是要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哦，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吓都吓死。哎呦喂，我们是阿吉啊，你最近有什么去点吗？低点低点，你的欧很小哎、欸，欧很小哦，哇，好赞啊！哦 ，B B， 哦 B B，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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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要求业费，等一下有的话麻烦。啊，飙仔哦，很开心。小小猪，很快哦。僵尸夜妹，小小猪。哦，小小猪比较难、欸。好了，我家就终于完成猪猪养成计划。嗯可以可以。猪猪可以打副本了，耶、yeah ！我来了，耶、yeah ！我是金鸡猪猪。对，唱片来了。啊，鱼好可爱哦！这是啊，我去厕所一下哦。拜拜，不行。嗯，你可以进，你可以进副本之后，然后说我去厕所一下、哦。我卡住了哦。对方一定会检举你。你是说开始打的时候，突然肚子好痛？啊。你刚刚不是讲到话题这件事吗？然后就是去晚，今天五点多的时候去买晚餐，就跟白露去买晚餐的时候，就在路上就跟白露聊天，说不知道这一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就是轻松高效的时候可以拿来讲的话题。嗯，就还在想，就在跟白露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突然旁边就一个人陌生人，完全不认识，就而且还是坐在车子里面、一个阿伯。嗯、然后他就突然直接开口说：“有人说你们两个长得很像兄弟吗？”好尴尬、哦，好尴尬哦，超傻眼哎！这一个陌生人，什么呀？太尴尬了吧，超怪的。OK， 小雨，我把一张那个 S2 换掉。好、那你把画画，把它放进去啊，把它放到箱子里。你们摆个花放箱子，对啊，就不用上下对啊。然后下去拿。然后重点是那个阿伯问完之后，我们还在愣住的时候，他就开车开走了，完全不知道在干嘛。谁啦？哎、欸，你们像兄弟耶！然后赶快走，对，他就开走了。他可能认错人了之类的。哎，为什么热带鱼都是白色的、啊？好了吗？等等等，上次的还有速度哎、欸。真的假的？有没有够了？够了，够了，3.7了。要好多白色的、哦。好好，小雨啊，雨月被打死掉了。啊？你被满被打死了？对啊，被偷摸两下屁股就死掉了。哦，这么早了？叶贝怎么那么散啊？怎么爆开？那个是不好解。那个你要去只有一个人的地方，然后大的平原。对啊，你再多待久一点。我刚刚前面也不好解，后面就是生了四五只，我这样解过了。有人要小僵尸吗？没有。No. 打掉。哦，我有速度库。速度库。听起来好像吃的、哦。速度库。速度。哦。酷哎、欸。就是我的裤子上面很速度哦哦，所以你的可以吃，对，很快哦，是必的，特别快吗？哦，好速度啊！我怎么越打越远？是我的错觉？为什么这一次的怪物特别容易打到我们啊？因为我们只有7天呢、欸，3天，我要上去看人家死了。摸一下，来看上面是不是要失败了？你怎么不会？不是吧？没有加那个，我们有够了，我们有够。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加，我们没有加攻击，所以应该不会打的。不会痛就还好。我来看，我看可爱的蜂蜜蜜蜂。我来冲装好了。好耶！看到了，耶！哦，
好速度哦，天哪！啊，是不停啊，他们。我不停。我这是 boss 快打死的说。三十八够了，三十八够了，哈哈。没宝了。30%卷轴。嗯。这怎么用啊？到底怎么用啊？就是你要冲的就放在毒手啊，然后书房副手。嗯。目前只有武器可以冲。你可以借我看你的武器吗？看会他会直接加数值上去很多哦、嗯、好的、啊、那个加的70%跟30%是成功几率吗？对、啊、一个是加1攻一个加3攻，一攻跟3攻哦，所以啊、哦、风之谷那种吗？嗨嗨嗨，好的，懂了，正攻正攻啊，失败不会有什么吧，就是充血失败这样。 OK 啊，找不到。 OK 我、哦、是你们。嗯，甚至哦，在揍我，在揍，还要跑到那边去，他过来找我哎、欸，我都摸不到。那是绿绿的，我快打死的说，四过六次哦，还是蛮强的哦，好快啊！他击过几张啊？六张，从全30吗？还是不是？不对呀、啊，刚不是只有十，总共加12啦，加十啊，收到。哦，跟我的一样哎、欸，我的是过四张，然后加十二。嗯，他是在打谁啊？誰我的一招啪啪啪！哎呦，是被怪不？去你啊！啊，是啊，是啊，是最后一只啊。每次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最痛苦了，在哪？哦，贯穿不了哎、欸。我们还有400秒可以跟他磨。对啊。你们之后可以把时间也加进去啊。可是会怕有这种现在这种状况，你知道，就是最后一次打不到，嗯，会比较怕。速度我记得都是额外奖励，所以他用速度好像没什么差，就是因为用那个也没什么差，不会太差。嗯，我怎么都是 K 我，然后就跑走了。摸一下。那我们来在你附近 A 好了。好，在附近。嗯，换人了，换小雨，换小雨，小雨了，他没有摸到我。我、哦、靠！那是叶妹冲下来咬我啊！这个是泡泡，哎，那泡泡了，啊哦，啊哦，那么尴尬。你有收到？好屌！冲卷有一小 bug， 什么 bug？ 就是看他卷数剩下零之后就不要再冲了，因为好像我们侦测没侦测没弄好，变成无限冲，可以一直冲。哦，安利鬼塞。有客人有听到、哦、我知道，我已经没冲了、啊啊、不要利用 bug 哦，已经没冲了哦，哎呦，我已经冲完一把了、啊、被发现了，等下利用 bug 官方要洗白啊，我跟你讲，洗白啊、哦哎、我就洗白了，我都洗那个那三个石头啊，真的是洗能石跟发现能石，我都洗一洗好了。哦呦、欸、好像有中耶，都天亮了，真的天都亮了。这个怎么啊？我要打到啊！哈哈哈哈哈！这只好难打哦。哇，你们那这音速小子哦，只是因为这一只是速度没撑到吗？可是不是3000吗？我看3000了呢。3700，3750吧，好像是。3750，对啊。他这好快、啊，他一直被打到啊！他在、欸、有了有了有了，这样可以。你有收到那个？啊，好烦人哦，很烦躁哎，你知道吗？又打不到他。好，蜜蜂还有得解，这个完全无解。拿符咯，就怎样？哎，永远打不到的那是苍蝇，气死！啊，收起来啊！对啊，我刚刚有收到他，这跟那个房间的蚊子很像，我打不到，特别的会跑。对啊。哎、欸，他刚停留一下。哎、欸，你们在一起会怎样吗？
不知道，站一起哦，可以试试看看。想站中间，站一个角落，角落吗？都站一个角落会怎样吗？还会不会再只靠一边，然后比较好打？没有，好算了。没有啊，像没有。他好像有稍微微微停留一下。好，比赛。比赛没有，就大家在那边射。他在揍谁？卡在那边了，卡在那边了。哎呦哎呦哎呦！打、哎、他！打他！啊 ，K 到我！哦耶！射的这么强！哦耶！是谁射的？不知道。我又没打到墙壁去了。丢了丢了。花花，花花放上面。打的真痛苦。甚至也可以，哦，还没有。还没啦，还有六分钟。快的啦，快的快的。还有外墙。谢谢小雨。没有，我已经捡起来了。哎呀，总是。哎，对耶，我插这三只大马吗？有人要跟我一起训练马妈吗？把他驯服。完，没有完，没有、哦、完了，他好可怜。好好吧，好好吧。你要骑十六匹马哦。没有，你这样赚才是独赚啊。对，你要自己来赚的才会独。没有、啊、没有、啊，这就没有任务，我只是想收集。他是人生成就而已。哦，因为下一集观众出了，大家更不想要了啦。没有。嗯，你有一点佣金，可能会有人想要啦。啊对啊，有可能啊，或许驯马训练家，你不要以为加上训练家就可以吸引我。你要说我是马系宝可梦哦，马系宝可梦，那你还是去马戏团找好了。你看他的下巴特别的长。哦，你是暗指什么？嗯。怎么了？他变回四了。完了，这马镜越来越废。越丑越糟。对。你在洗能石哦。来冲！差最后一只马，最后一只马。运气，运气的。要冲什么？拿一个臭马保护。哦，只。啊！怎么又是移动键呢、啊？是要跑多快？你可以放副手啊，跑超快，三条移动速度了。我想要见证你冲撞，就跟丢保龄球一样，跟着保龄球一起飞出去的。你说飞到隔壁的吗？帮隔壁打保龄球，帮隔壁打也是很强哎、欸。我觉得打靶，你打到隔壁去都还觉得还好，你保龄球可以打到隔壁去也是很厉害。打保龄球打到隔壁去是算什么事？是跳过去吗？跳跃？他是瞄哪里？他是瞄那个中间的杆，是不是？再飙过去 ，bang！ 那老板会傻眼。对，哎、欸，我没有绿色了。就是他！哇，你这么快就用哦？嗯。还差冲啊！没事哦，有了，冲装全靠喊。你是就我想起你上那个露西亚，哇，终于钓到了！你在钓什么？钻石砖啊！我说一周一颗，哦，你今天钓了一颗，对啊，钓了四组鱼了吧？绿色加蓝，钓鱼也全靠火，也好期待啊！期待什么？期待今天是谁是得奖者？哦，那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我真的觉得今天中了一年红包，是史上最大奖了吧？真的，拜托我，拜托，以前都没共估那么多次，拜托，很久没中了。现在打开大富翁啊！哎，对，哈哈，富翁，我到现在还是没中过，有吧？有没有中过啊？他是那个啦，他是没中过。哦，他是没中过，他是昨天大富翁时中过而已啊。哦，对啦，啊，对啦，不同游戏嘛，不同游戏。二三四，嗯，七八九十十一，你在算什么？三四四，我还差两种颜色哎。
音乐又断，我在我传回从地狱传回来，他就不会动了。嗯，我看你刚刚在漂浮，卡的，卡的，晚上什么颜色、啊？已经准备好，对、啊，你重开，洋红色，洋红色有，紫色有，我去帮你看，粉红色。欸白色的，没，洋红色没有，洋红色没有。对啊，洋红色是什么？洋红色是它独特的，合不出来的、哦。洋红色是，欸、有啊，你是不是紫色染料吗？紫色啊，欸、所以波波你加盖了、哦欸、洋红色，他加了，盖到一块块，他只盖到一半而已。然后你先哦，好，没事，因为我这个是刚好有那个，他有他的人生目标，对。还有出他的梦，还有他的赛马目标。可是，哎、欸，可是我做出洋红洋红色，就是代表我应该。他表示就是有紫色跟粉色啊，紫色跟粉色啊。就是、这个是洋红。嗯，啊，忘记了。你的红色加只盖个架子而已。红色啊，红色、啊。红加白啊、嗯。对啊。红加白就是粉啊。下次应该就会盖好了。师兄，下次能看到两位的家，可以，然后下次就可以了，就好了，下次就好了。不过我跟你说，他是游牧民族，他在马背上。那请问那一栋是、你家在哪里？你看到吗？他在这里啊，这里一群，看到这里，这是我的家，芦苇家嘛。好粉色，九个人，九个人等于说有十八个彩票，我们二十五，哇，好防御，太对啊。其实赵女士应该已经蛮高的，但不知道怎么可以有连共四次，已经到第二枪了，对，对吧？嗯，夸张，我们是最衰的九人，超扯，粉色，来啊，抽了啊，好，来，手气好一点。叫Tommy来按，叫Tommy来按，叫Tommy按啊，来，Tommy得滚啊！来，还在睡，你晚上不用睡了，你晚上不用睡了。来，艾露帮我洗手。哎，来得及，不用睡了。哎，我中下了吧？五号、十五号、五号、十六号、十六、十九号，酱油，酱油啊！为什么？抢我十九号啦！还是哎，太扯了！哎，不对，我应该开心一下。酱油，你这次很多，你是不是快集到一箱了？有没有红包？快买了吧，你应该快买了吧。红包。等一下，我们几个人呢？九个，九个，全部加起来九个。哦，好扯哦！酱油三次嘞，十九是我上次买的耶。什么？十九是我一直都在买的呢。好了，那你们一人一组嘛？耶！赚钱吗？好爽哦！好爽哦！谢谢酱，谢谢女士，谢谢大哥，谢谢大姐。哈哈，那个是自己亲走哈。有人偷丢了。好，那个我不是故意抢十九号的。好在那边。哎、欸，我还剩最后一个颜色、欸，哎，到底是差什么？嗯，哦，剩最后一个了。哎，最后一个，黑色嘞？黑色有、哦、黑色有黑灰跟那个哦。有，这是黑灰白。没有，有总共哦，对，浅灰。直冲哎！小雨也用掉，生气了。减一减一减，小雨气死了。气死！啊，回去放一下。哦，是去找一下。有啊，红包就这样拿来抽一下，不是？哎，什么颜色啊？怎么了？叹气。南瓜给你，无奈的校长。你知道我昨天做梦梦到我中哎、欸。结果没有，对呀、啊，梦梦梦梦做梦了，因为做梦做梦，好像是我梦讲出来，它就不会实现，所以啊，我只有听说过梦，你梦到什么，通常都是相反的啊，浅绿的，浅绿，浅绿，浅绿。哎、欸，下课要走了啦！你们两位要再去多啦！你的梦就变浅绿色的，我跟你讲，都走了。班长，好了。不好意思，班长，你让我们全部都等你啊！哈，哦，班长大牌，哦，班长大牌在用，来了，大牌，班长来了，班长来了，点名啦！等一下，后面有什么人死掉了？
死掉了。好笑哦！换到那边去了。哇，那黑猫吗？不是啦，是谁用那个的？哦哦。你要把一条线打掉。我死了啦！给他死。啊、真的死了，哎、欸，刚刚是，哎、欸，他刚一滴一滴一滴，震了一下变两滴、欸，哎，暴击，哦，没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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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红包钱，红包钱的拿起来，来了校长，我们好了，好了。好啦，校长太夸张。好，下去了，下去了。耶，下课了。进去太夸张了，酱油。耶、yeah, yeah, ，太夸张了。希望下次那个同学能够把房子盖好。好，会会好。下次下次一定好，下次一定好。我希望那个我们那个公共区域哦，不要一个饲养私人宠物哦。这个会带走，这个会带走。好多、哦，好多只。哎，十九号被抢走，我也没办法、啊。好啦，就这样啦，无奈。收台，大家不开喽，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各位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